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拯救一下迪迦奥特曼吧。哇，刚刚呢，小坤来到村庄的时候，发现这个迪迦奥特曼竟然被怪兽给抓起来了啊！而且呢，小伙伴们有没有看到，这个怪兽呢，竟然把迪迦奥特曼困在了仙人掌里面？你看，现在呢是困在里面，因为这个仙人掌的刺啊是非常锋利的，那这样呢，迪迦奥特曼就出不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三个怪兽为什么要把迪迦奥特曼给抓起来呢？啊，因为这个怪兽呢是很厉害的啊，所以呢我们得小心一点。哦，你看，现在呢这个怪兽也是向迪迦奥特曼发起了进攻，完蛋！你看，这个迪迦奥特曼直接在这个喂！好，这迪迦被他打死，然后呢，他竟然把我自己也给打死了，厉害了啊！不过他们的死期到了，走，我们现在拿上这个狙击枪去对付他们，然后把这个迪迦奥特曼给救出来啊！过来，你看这三个怪兽还在这里，看到没？他们在朝我扔这个飞镖，对吧？啊，应该是飞镖。啊，你看这边呢还有两个啊，一定要把他们给消灭掉了。来吧。啊，这三个怪兽呢也是被我给打死了。这迪迦实在是可怜啊，你看就这样子倒在地上，对吧？那么今天呢就玩到这里，我是小坤，拜拜。